黄昏呢，八个月之前呢，属于找根期啊。我们为了找好根呢啊，一般呢采取三个措施啊。以前的时候呢，一般有中耕、滑除、干旱啊来促根。这个方法呢，现在呢基本上淘汰了。那现在的方法呢就两个啊，一个呢啊就弯吊腰啊趴着长啊，这个时候呢它茎容易变粗啊，容易长根。第二是呢哈、啊，就是我们就上控下促啊，下促呢啊就是冲生根剂啊，我们一般呢哈、啊、一亩地两公斤氟硝苯钠啊。上面的控呢啊，我这边呢就控药啊，我这边呢用的是五唑醇比唑迷金酯，用这个方法呢啊，这个茎梗啊前八个月七个月全是短节，只要短节呢就得长根，为啥呢？营养都去长根了啊，表现短节。